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2月3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12月18日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嗯，喂，你好。嗯，你好。嗯，喂。喂，师傅。啊，请讲。嗯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嗯。想请师傅帮我选一个名字。嗯。嗯，一个是陈，耳东陈，然后红，红是师傅那个红，但是不是宝盖头，是一个立字边的，嗯，然后是语，就是语言的语，嗯，语言的语是吧？嗯，对，陈红语，嗯，男的，然后还有男的女的，女的，陈红语，女啊，宝盖头一个宇宙的宇是啊，于是的于。不是，其实第三个字是语言的语。陈红宇，红是不是师傅那个红啊？不是师傅那个红，其实没有宝开头，但是它是旁边有个立字边，就是站立的立。站立的立，什么红啊？立立就是立起来的立啊，那什么红啊？对对，一个立起来的立，还有呢？师傅那个红，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宝盖头，但是他有下面那个。下面那个腰或者腰一样的，然后呢？嗯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？第三个字是语言的语。不是啊，这个红的话没宝盖头，那不叫红啊，那个字不叫红。不是，就是他旁边有一个立字，就是立起来的立，然后旁边就是有师傅那个红的下面那个字，但是他也念红。这个字你等等啊，立起来的立啊，立起来的立，边上一个这样啊，嗯，对，这个什么字啊？就是也念红。这个啊，哦，这好像不是百家姓里面的，嗯，这个字好像倒出来的，错，啊，嗯，我暂且听你的吧，立正的立是吧？立正的立啊。对对对，哎呦，那什么字？立正的立字放在左边是吧？对，左边。嗯，你自己写写看，什么怪字？看都没看见。姓什么？陈，耳东陈。陈，第二个这个字念什么？陈。第二个字念红。陈红，语言的语。对。啊，这个字啊，我还选了一个叫陈红愿，但是我不知道红愿就是能不能。陈红愿，陈红愿，嗯，红雨吧，嗯。红雨，好。嗯，红雨的话。心胸会大一点，你这个小丫头就是太谨慎了，嗯，一辈子就是害怕人家搞你弄你啊，骗你，嗯，啊，伤害你，所以这就是你，所以你心胸不够太大，你这个名字改了之后，以后，嗯，心胸会大一点，明白吗？我是想就是帮助师父弘法更好一点。嗯，你姓陈是不啦？嗯，对。那你要帮师傅弘法，那你就索性叫陈君弘算了。傻姑娘，你自己这个字笔画都看过的。你嗯，对，我自己算了，自己算了嘛，我知道你会算。你看着这个字的笔画加起来还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嗯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就叫这个还可以是吗？叫吧。什么办法了？好好好，陈红雨，嗯，很大，那雨嘛，就是人家感觉像宇宙的雨一样的，嗯，嗯，好啦，小丫头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嗯，嗯，没有别的问题了，感恩师傅。没了啊，嗯，胆子呢大一点，凡是正能量的事情呢，你就做大胆的去做，负能量的事情呢就不要去做，那你以后就不会这个畏畏缩缩了，嗯，你一辈子你看看，你发不出来。其实你有好几次机会你都发不出来，嗯，因为你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
对，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人生没有办法的，人生就是只能往前走啊，因为走错的路就是以后不要再走错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并不是说走错的路以后你就不想走了，你就不要走了，那不可能的，因为人一生没碰到的事情还会在其他方面还会错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我想明年过去师傅那边。嗯，你看我这乖一点了，好吧？好好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拜拜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嗯，卢台长你好。是那个卢台长，您稍等一下啊，让那个让我的母亲来问一下那个她的图腾。啊。嗯。哎呀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给你打通电话。哎呀，太高兴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师傅。我也挺高兴的，哈哈哈。我是50年的，老虎。56年的老虎。嗯，50年的老虎，嗯，50年的老虎，1950年的老虎，50年的老虎，50年的老虎看到了，想看什么奖吧？我看我的图腾，身体有没有灵性？腰不好，腰上有灵性。哦。哦。什么鸟叫？腰上有灵性。啊，腰不好，听不懂啊。啊，听懂了。听懂了。腰不好。腰不好，还有关节不好。哦。腿不好，不知道啊？自己腿的，腿痛啊，不知道啊？啊。啊。啊，知道。知道。知道，师傅。师傅，嗯。啊，你自己要当心啊！眼睛有一个眼睛也不好。啊啊，听不懂啊！我的胃部呢，这师傅。看看啊，好，胃有点下垂，不能吃凉的。哦。胃啊。嗯，对。胃不舒服，一吃凉的马上不舒服。嗯。嗯，这是对师傅。嗯，还有啊，要记住啊，脾脏也不好啊，脾脏。哦。哦，你以后、哦、你以后不能再吃，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吃全素了。吃全素了，你不吃全素你就完了、啊、我告诉你，还好你吃全素、哦、听得懂吗？啊，我吃全素了师傅。啊、嗯，我教你一个菜，你一定要多吃，炒青菜、啊、好，炒青菜呢不要炒的，炒青菜不要炒得太烂。什么菜？青菜。炒青菜不要炒得太烂。炒青菜不要炒得太烂。然后呢，里边放一点点那个小的榨菜块。榨菜块。哎、一小块。哎，我的牙不大好，师傅，我不炒烂，我嚼不好呢。啊，那你就炒。我的牙不大好，假牙就什么都能吃了，没关系的，嗯，好吗？你还有啊，注意 啊，我就跟你说了、啊，你的关节啊，你一定要当心啊。啊，好啊。你的关节如果再不好好的保护啊，你以后路不能走啊，听不懂啊？哦。嗯、我一直保着暖着，我不敢凉了，凉了不行，我多穿衣服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能量不够啊，所以能量不够，要、啊、多念大悲咒啊。嗯。啊，好。你看看。能量大悲咒。你看看你过去做了一点善事啊、好事啊，都庇应到你的闺女身上了。你看你闺女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嗯，谢谢师傅。小闺女多好啊，嗯，啊，还有啊，要泡脚啊，泡脚。哦，泡脚会不啦？师傅，我啊，泡脚啊。泡脚要放点黄酒。哦。哦哦。好的好的，嗯。什么鸟？师傅，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多少张小房子？我看看啊。68张小房子。68张要经者的吗？要经者的吧，给小经者。啊，要经者的68张。啊，俺师傅说了，我给你68张小房子，你别来烦我了，不能这么讲的。谢谢师傅。不能这么讲的。我打胎的孩子走了吗？我看看啊，50年属老虎啊。嗯。
哎，我属老虎。看看啊、哦，打的孩子。1950年属老虎。走掉了，走掉了，打的孩子走掉了。走掉了。我问你啊。哎、真高兴，师傅。我问你 啊，你是晚上生的还是白天生的、啊、这个老虎、啊？我是晚上。哎呦，晚上。吃晚上饭，吃了晚上饭以后。哎呦，你这个老虎凶的，晚上生的老虎很凶，白天生的老虎睡觉。哈哈，赤老虎，你是个赤老虎。哎，对对对，师傅，我光好我好说，我可是我的心善，我没心情。好说好说说，是吧，师傅？啊，是啊，把人家说的来哭了。我好说话。把人家说的来哭了。我说了吧，我心里没有。没有意思。我说了话吧，我说了吧，没狠心。你师傅，你说话。说话伤人家，你说你没有记到心里去，你去拿根棍子去打人好了，打完之后你说我忘记了刚刚打谁。好了好了，嗯，好好修，嗯。师傅，你再看看王人，你给我看看我的母亲吧，王人。王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嗯，陈红英。陈红红。陈红，你说，哎，那个官儿的那个。东水的红，洪水的红，英雄的英，英雄的英，陈红英。啊，现在在哪块儿，师傅？看看啊，女的，男的？女的，我母亲。你母亲啊？啊，你母亲在阿修罗，嗯。啊，哦，他修了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还要210张，210张啊！啊，你这个母亲呢，脸不大的，脸小小的，不大，嗯。啊。头发白的，花白，花白头发，嗯。哎，对对，全白了。往后梳的，嗯。嗯，对对对。嗯，看见了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颧骨。就是眼睛下面全部有一点点高出来的 啊， 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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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， 对对对对对，200多少张师傅，200张就够了，嗯，师傅，我的母亲挺善良是吧，我看看他蛮好的，善良善良啊，他有杀业啊，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情啊，杀鱼啊杀鸡啊，听不懂啊，哦，我们一定会为我的姥姥念那个小房子的，师傅。啊，好了。我的那个药经者我念了60多张了，还再念60多张吧。要，还要念50。再念六十。54张就可以了，嗯。再念54张。你要当心点呐、啊，你这大便不好啊，大便不好。啊。你自己不知道啊？你有便秘呀、啊？哎呀。嗯嗯，对，师傅，对，好好努力。我听说我在看呢，我在看病呢。看病呢，叫他好好吃素菜。我为什么叫他吃青菜啊？就是通肠啊，通肠胃啊。好了。嗯嗯啊。好了，不能。台长是这样的，那个我的母亲她那个看了那个中医，已经看了很多年，一直在吃药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我母亲还有必要她一直在那个看大夫吃药吗？她吃中药吃了很多年了，4-5年了。你要是气血不足，你想一想了，那个你想一想了，你中成药这种都是非常好的药，你不吃，像香砂养胃丸你不吃，对不对呀？你叫他配这种药啊，切切脉呀，吃了这么多年都不好，你说还要吃不啦？哎呦，我一直找不着好的大夫啊，我就说气血不足，我是。那我们就那个让我的母亲吃那个香砂养胃丸就行了，是吧？香砂养胃丸，再吃点补气的、补肾的。嗯啊，眼睛都要好，嗯、他现在眼睛都不好，你看不出来，赶快叫他吃杞菊地黄丸呀。嗯嗯，好的，家里有的，嗯。好了，赶快吃吧。好的，好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师傅是的，再见，感恩师傅，嗯。
你看这些真的是真的是众生啊，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家庭开始的，所以要救啊。喂，就是要救他们。嗯，喂喂，你好叔。你找谁呀、啊？我找台长师傅。哦，你等等啊，你等等啊，我去帮你，我去帮你叫啊。啊，弟子给师傅请安呢、啊，辛苦了。讲吧，讲吧，讲吧。感恩师傅。嗯，讲吧。感恩感恩。哎，问一下那个。啊，感恩师傅，非常的滑稽，感恩师傅辛苦的辛苦的。哎，讲过了，嗯、啊，赶快了，不要滑稽了、啊，赶快讲、啊，有什么问题问我。啊，那个，问一下那个，因为前一段打进那个电话的，问一下盲人嘛，再问一下到哪里的。姜文清，三点水的姜，文化的文。文化的文，钦差的钦。男的女的、啊、男的。姜文清。15年过世啊。姜文清。15年走的。哎呦。哎呦。南观世音菩萨。哎呦，你叫谁念的？叫谁念的？啊。你自己念的。我自己。你有没有？我自己念的。你有没有请过别人念过啊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叫人家做过什么道场啊佛事啊？没有，都是我自己念的。感恩要命了，他现在做天马啊，要命了。天马吧。啊，瑞兽啊。他在哪里？哪个道？天道呀。天道山玉界天。上一次我打进他，师傅，你说在那个，色界天。现在怎么会下来的啦？所以我说你叫人家没叫人家做过道场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我就上个月打了，师傅说在那个色界天啊。怎么搞的啦？嗯，现在跑到玉界天做天马了。哦。天马嘛也没什么不好，也不能拿人间的动物来算的，因为在天上的天马行空啊，独往独来啊，也它也是属于一种啊，它可以是、啊、如果比方说它可以归还正身的话，它就变成一个人，但是它平时的出来都是以天马这种马的那种样子。你看看这个过去不是《西游记》看过不是弼马温吗？对不对啊？啊。啊，就是管的那些天马呀，就是、啊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、哦、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掉下来、啊、他肯定过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或者他什么时候他到你梦里来过不啦？没有，都没有，我就是、嗯、就是帮他生日，他是12月15的，我帮他送的食物，用的荤菜，15张，用荤菜还是用蔬菜帮他烧的、啊都没有都没有，我们就按我们心灵法门那个帮他做，一直帮他念。上次你还问啊，很好，在那个色界天说56章嘛。哎呦，我现在差不多56章了，帮他念。要命，你这样吧，因为像天上的瑞兽、啊，你一般的要求菩萨保佑。啊，能够转为天人的话还是有希望的。你看看你念经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现在感觉你念经要有，如果有问题就会出这种事情。或者就是说啊，过去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怀念家里的人，然后呢他的自己的魂魄啊真身啊下来，然后呢跟自己的太太啊过去的太太做了那些事情，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动物天兽，听得懂了吗？但现在应该怎么帮他再帮他念？有没有下来过？你问你女儿，你有没有女儿啊？有。有女儿，你问问女儿有没有梦到过爸爸，或者爸爸跟他有什么亲密的动作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问你女儿去啊？我有问我女儿，她说她最近都没做她梦。前一阵呢？前一阵呢？然后前一阵，如果说我本来有做，但是没有这个关系的话，好像有一点点印象。看见了吗？啊，一点点的，一点点，在天上有一点点、
我告诉你就马上就变样，你他本来送上去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实时，你听得懂吗？不是自己修上去，是被你们念经念上去的，一点点的杂念就会掉下来，听不懂啊？那师傅这样子应该怎么？我应该怎么求求？再念呀，再念呀！求观世音菩萨原谅他，把他名字报出来。观世音菩萨，他不要让他动凡心。我就是有一次好像印象有梦有一点，我就觉得会不会在设置边，我又求菩萨，那他看了吧，就说。那他就说没这个意念，这种的意念就说有的，已经有的。他在天上如果看到你，比方说在人间一些事情，比方说他动凡心了，他马上就下来了。本来不牢靠呀，因为你们送上去他不牢靠的呀，听不懂啊？他不是自己修上去的。好啦，感恩师傅，然后再问一下，85年属86年又是属牛的，属牛的。女的，想看什么？身上还有灵性，上次说有灵性，我已经帮他念了，还在脖子上，在脖子上是吧？不多了，36张。啊？再念36张。在36张，我每天3张，就当天就帮他那个。你要报的，你要报36张。要报出来，然后再三张再念。我有报。我许了108张，已经给他念了70多张了。你赶快呢？你看差不多吧？我说36张，加起来不是100多张吗？看见了。对，就是缺39张啊，准的不得了的，我告诉你。好了，不能再讲。再见。再问一下，好吧？不能问了，不能问了，问什么？问什么？就是说那个我自己手臂右手臂最近就是很痛，有业障啊还是什么？我本人60年的。属什么？属老鼠的。讲都不要讲了，你这个手臂过去是隐隐作痛，现在是非常痛。对，过去的时候隐隐作痛，那是有点肘关节不活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血脉不通，而且经常着凉。你现在的痛就是跟你那个先生下来看你有关系的。好了，我不能再讲了，听不懂啊？敢。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在梦中是见着他了，只是你醒过来忘记了。他拉你了，擦你手啊，你自己都不懂啊。叔，我麻烦问一下，2014年有个女孩子。好了，只能问了，只能问一个了，两个了。好了，下次吧。好了，感恩，再见，好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关心是吧，感恩。所以啊，一个人呢，你看到了天上一动凡心，啪掉下来了，不要开玩笑啊，真的，学佛就学佛，不要开玩笑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喂，哎，你好，喂，是师傅吗？是师傅，师傅，Hello。师傅你好，弟子给你请安。师傅你讲话怎么这么硬的？对不起师傅。你以后出去找工作，人家老板不喜欢你啊，讲话嘛好好讲。好的，女孩子一点都不像女人的，讲话嘛稍微稍微女人嘛稍微要软一点。哎师傅，哎那老板你要不要我啊工作啊？好的师傅，对不起师傅，我会改进的师傅。要改的。讲吧。好的师傅。讲了，知道了，师傅，感谢师傅，师傅帮我看一下一个男孩，10年属老虎的，10年属老虎的，想看什么讲吧，师傅，他之前有看过图腾，他的小房子烧送完了，请师傅看一下他的那些是否都已经套住走了，10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，10年老虎。10年老虎男的，不行啊，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，瘦瘦的。颧骨都孔出来的，眼睛抠进去的，蛮吓人的。好的，师傅，先生要几张小房子呢？几张小房子？
七十八。七十八张，请师傅看一下，这个孩子接下来应该要怎样做比较好呢？学习方面。学习方面你要给他很多的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，这孩子心态已经不好了，他自闭症啊，你听不懂啊？好的师傅。他已经不大愿意跟人家多接触啊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他老觉得自己很笨啊，他那个灵性在他身上，现在把这孩子弄得嘞，现在真的，你赶快给他念掉啊。好的师傅，你们真的是乱来的，这孩子要注意啊，小便也不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你看灵性不给他问了呢，看见了吧？我跟你说的，灵性啪一下子不给他问了， 这灵性就要报复了，看见了吧？卡断了。 这种事情真的不要乱来啊，得罪了灵性啊，你赶快念掉，你晚了他就不开心了。哎呀，真的是没办法。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不要去惹呀，灵性不能惹的，一惹嘛你就上升了。所以人家说惹祸上升，对不对啊？是惹出来的祸。哎，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真的人呐，真的要懂啊，不是说你没碰到过的事情它就不存在啊。很多事情人没碰到过就是存在的呀，对不对啊？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是多的，每天都等于多等于。喂，师傅。啊，你好，讲吧。啊，师傅好，师傅弟子给您请安。谢谢。感恩师傅。啊，请您看一个亡人叫杜芳，杜是那个木字旁的土，芳是草字头的芳，芳草的芳。这个杜芳她是2014年女的，她是过世了。您看一下她现在在哪里？杜芳是吧？不好啊。啊，在哪？还是在地府啊，但是她可以在天上，就是在我们人间，他可以走出来走路了，很自由。我看到他的脸呢，比较大的，而且他人呢偏胖的，那您看一下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吗？不要讲，有点冤的他。他是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。我告诉你，拖走了呀。哦，拖走的。我跟你讲了，你跟我记住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他是真的是很麻烦的，所以你看，像这种死法的人都基本上上不去的，你念很多都很难上去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他的业障很重吗？你等等啊，大出血。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下来了，本来孩子一起带走的呀。你问医生去。哦。本来医生孩子把孩子一起带走的。哦。现在这个孩子生是生下来，身上有怪病了。现在看着还是正常的呢。很快。活不长了。是吗？现在几岁啊？感觉这孩子特这孩子可怜呀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现在四岁了，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是2014年过世的嘛。四岁，快四岁了。你要帮他念，大概要念1000张小房子。是帮这个孩子还是帮他，帮这个亡人？帮孩子。先要保住孩子。哦，那孩子现在四岁是吧？我看看他能活到几岁啊。14岁一个劫，19岁走人。走人。你把这个师父讲的你记下来。你到时候14岁你就看到了会不会走。听得懂了吗？好吧。所以千万要帮他1000张念完，而且要给他放生，慢慢的放，大概要8000条鱼。
嗯嗯，好吧。好好好，还有最好给他换一个环境、嗯、这孩子有一点点先天性的骨头的毛病。是吗？嗯，你叫医生去查他的脚关节和腰椎都有点歪的、哦、嗯哦嗯，以后长长长长会畸形的。嗯哦嗯，这个孩子现在看着模样挺周正的。你广播里没听过啊？嗯嗯，那些后来出毛病的都说小时候很好，怎么突然之间了就变出事了？哪一个你说有几个人出来就马上就坏的？基本上都是养到后来就出毛病了呀。嗯嗯嗯，我跟你讲嘛，你去问好了，这孩子半夜里经常会哭的。哦，那他奶奶没告诉我。没告诉你就问他。嗯。每天晚上。基本上每天晚上要拉到下面去的。哦，那这孩子是不是业障也挺重的？对啦，报仇来的呀，听不懂啊？像这种类型报仇还不懂啊？哦哦，把他妈妈弄下去不就是报仇的呀？你说报仇的人有好结果不啦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听不懂啊？哦哦，明白明白。啊、嗯，我告诉你，他妈妈眼睛挺大的。我都看到了，嗯，他妈妈现在都懂了、哦、鼻子圆的不像人家尖的肉鼻子、嗯、哦, 哦，我还没见过他妈妈。没见，你以后拿张照片来跟我讲话好了。嗯嗯，好好念经吧、师傅。嗯，我就跟你讲的都是记住啊、嗯、否则不要到十四岁再来找我。 嗯, 嗯, 嗯，知道了，感恩师傅、嗯啊、您嗯，请师傅看一下1971年属猪的女的，我现在想换工作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德换一份工作。71年属什么？属猪。嗯，不是福德，你这个人呢福报不够，你这个人、哦、你这个人呢胆子特小。嗯嗯，对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又不肯多付出。嗯，对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这个保只知道保自己的人，肠胃嘛很不好，腰椎也不好。嗯，对，是是了，还有啦，脚科也不好啊。对，是抽筋啊，睡觉经常会。嗯，还有啊，手啊发麻早上啊。对，是对，是当心点啦，我告诉你。我会不会中风啊？哼，你几岁啊？我46刚过。我看看你啊，46、17没问题，18没问题，19也没问题。嗯，19有了。19要注意啊。好。34的时候要需要。三四五月。嗯。晚上绝对不能吃鸡蛋。否则必中风啊！我，嗯嗯，好，知道。晚上不能吃鸡蛋，不能吃蛋黄。好。而且发现手越来越发麻，你赶紧要吃丹参片，复方丹参片。嗯。好吗？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。你没发现啊？你的小指啊，就是手的小指啊，边上啊、嗯、麻得很厉害啊。对，我就是右手右半拉筋都麻、啊。知道吗？就好了。听得懂吗？血管有点堵塞啊、嗯、腰椎不好、啊、血管堵塞，对，血供应不上来，所以经常贪睡昏睡。对对，是天天经就要睡觉，大脑对，是血液供养不足，还不懂啊？嗯嗯嗯。好了，掉头发不懂啊？对，是记性不好，不懂啊？是，连耳朵都有点耳鸣。嗯，对，是。是的，现在要懂了，小丫头，我告诉你了，师父告诉你了，年轻的时候，感情上也是有点小问题的，听不懂啊？啊、哦，明白。啊，太，长得比较好看一点嘛，这太活跃了，听不懂啊？哦、嗯、呦，小鸟依人了，欠情债啦。嗯嗯。明白了吗？嗯。明白。好了。那师傅，那我现在换不了工作，那只能
只能在这个原单位。我没说你换不了工作，我刚刚是给你看、啊、看身上，我现在帮你看看能不能换工作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属什么？几几年啊？七一年属猪。四个月之后换工作。四个月之后、嗯、那我是在本地上班还是去乌鲁木齐找工作？现在本地换。本地换啊、哦、感恩师傅、嗯、因为我在你有一个朋友看啊，你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工作蛮好的，他以后可以帮你介绍的，一个女的身材比较胖、哦、嗯，头发往后梳的、哦、眼睛蛮大，眼科嘛就是眼睛有点抠进去，但是眼睛蛮大的，这个女的会帮你介绍一份工作。嗯，哦，四个月好啦。也之后师傅是这样，就说我盼了好几年，我从11年一直盼佛台，一直盼到去年17年才设佛台，所以我有了这个小窝以后，这个窝这个房子就是我的庙，我在这个庙里边清修，所以说我就必须得留在这里，然后我要那个什么嗯，在这里念经，所以、啊、在这里供菩萨，所以菩萨没叫你出去啊、嗯、就叫你在这里呀、啊嗯、换工作呀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自己好好的了，年轻的时候欠情债不知道啊、嗯、我都看到了。你已经长得不高了，找了那个男的跟你差不多高，那个时候有一个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是吧？了跟你差不多高了、嗯、高一点点比你。对。啊好了。对。跟你说了，你欠他情了还不懂啊。我还欠他多少的小房子。小房子太执着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小房子再给他念几百张了，还要念，嗯，130张还要。我许愿了108张，包括这个108张里边吗？嗯，差不多，应该是的。差不多。嗯，哦、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，现在有点病啊！现在我看他，我现在看他的，从你的这个图腾上，我能够看到他那个样子，蛮可怜的。啊、哦。他很执着、啊，他对你很执着，嗯。啊。啊啊啊！他有过女人，但是不圆满。好了，就只能讲到这里了。我不跟你再透露更多了。我不知道师傅说的是我前男友还是指的是我前夫。跟你长了比你高一点点的那个。两个都差不多高。眼睛，那么有一个眉毛有点挂下来的，倒挂下来的那个。倒挂下来，那我还没注意。鼻子还小一点的，那个。哦，那个好像得癌症了。啊，可怜呀！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师傅。厉害不啦、哦、我欠他这么多小房子啊，别搞了，我跟你说了，你真的是得癌症了，我跟你要死了第一个就来找你，你去弄死他好了。哦，跟你说、哦、赶快还债了，好了，没时间跟你讲了，时间过了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好好念经啦。嗯，好。你要他死了，他生癌症死掉了，我告诉你，很容易死掉的。我看他很可怜，他要死了，第一个就来找你。好了。哦哦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嗯好，知道。好，再见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嗯，再见再见。哎，不要欠人家情啊！好了，听。